上次收布偶啊，结果被别人排了。今天啊，粉丝又让我来收一窝金吉拉，就说品相都还不错，我看今天能不能盘到位。我今天还叫了个帮手，来布哥来啊，你主要的任务今天帮我还价，嗯，去把那一窝布偶盘过来，今天看你表现好不好，让我看怎么把它摆下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哦，干净还行啊，这个毛量确实，这毛量大的，而且一般金吉拉这种腮帮子啊，会发的稍微就是说，金吉拉大白面，嗯，像大白面，嗯，这只你看稍微还好。对，他眼睛稍微有点蓝悠悠的，有点蓝带和蓝带都是这样的，绿的还有点带，就是没有那种像布偶的那种哦，就有点蓝的出来那种。还有点蓝膜没这个。还稍微有几个还那个。这个是个还可以，你看它折钩钩还挺准的，其实还可以。那个嘴板没有宽出来。太尖了，金吉拉是那种大脸板的那种感觉，它有那种尖嘴的那种。大脸板，嗯，不是。行，那我们先过去，好吧。既然来了，也要祝你们新婚快乐。我们就在银泰里面。我们就在银泰里面。好，反正我要知道你们在银泰，我就抱着猫就过去，你们就不用再过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跟你说，你要是抱过来了，我们就更加难弄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粉丝都上门到我们这来了，我们是到底是收还是不收呢？啊、是不是？那我也是个说法啊，我也是个说法。那更我们也更加难为情了。那我们自己上门的话，你们也少出点力。那能谈吗？我们就谈，谈不了，那我们就那。